接下来我要干嘛 ？OK， 我看一下哈，扬声，对，来来来，各位，先去买个祭品，祭品文，祭品文，使用道奇的拉拉队，我靠腰嘞，提醒我干嘛？除职哦，拉拉队道奇哦，哎呦，泱泱泱泱掰，好，新泱泱上。新泱泱上 ，OK， 新泱泱，新泱啦。我现在要去，对我现在要去买那个 AL 投手白金包。有中一张黄卡的李盖蒂，很好，再来。OK， 各位有没有看到有李咯，李盖蒂的李有出来咯，李维拉，现在回到合成，各位观众，杨森，大家一起跟我讲，杨森，你们要打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要打 Go， 杨森啊，杨森，对，杨森 Go， 杨森。他带的李盖蒂，再加上李田中将大好了，好不好？各位，不要先发，我要是救援，好，来喽。如果说这一次只有一张嘛，如果只有一张。就中李盖蒂的话，不啰嗦，一样照抽衣服。大家帮我加油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我说李盖，你说蒂，但是呢，在大家还没有加油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呢，你们可能是太久没看台，你们的热情已经渐渐有一点流失了，所以呢，我必须自己唤起，我们对热情，我们对棒球的一个热情，对合成的一个热情。我要请到我的好朋友，请大家在聊天室帮我打上清单号，加上那个这次请的好朋友 ，OK， 佩佩猪。是的，各位观众，让我欢迎佩佩猪。大家好，佩佩猪好久没出来了。佩佩猪一出就会为你带来好运，佩佩猪一出就会为你带来福气，没有错。佩佩猪一出，我就会合到自己要的卡片啦。好了，各位不啰嗦，合成，再聊件事，帮我打地。大家递起来，一、二、三 ，Go！ 我好像有看到哦，有哦，各位。别拖台前了，赶快拉。中了一张吸尘器新卡。Dyson， 这张其实我觉得它算是顶子，我觉得它蛮顶的。哦，为什么说它蛮顶呢？哦，因为呢，它 Dyson 家电吸尘器有没有比较贵了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可恶，没中，尴尬，雪特，好，没关系，来，没中，不用怕。还有机会，这边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在合成系统，今天一定要合到了，合成系统啊，合卡转让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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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各位你看，来来来，哎，
无好笑啦哦！来，选择联盟 WLB NL， 有没有？洋基队的，就是这么多，现在南部人懂嘞。老板，你开台就帮工程师抓到 bug， 害他们休假到一半要回公司加班，你没跟他们道歉，怎么可能给你想要的卡片 ？OK， 抱歉，我的错，我抓到 bug， 我刚刚不好意思看到那个坦帕湾 A 队搜寻不到那张纸卡，我抓到一个 bug， 工程师生气，我了解，但是呢没有关系，我今天除职。哦，他们上班我除职，好不好？我先个人带头先除20块钱。来，洋基的纸卡有一点多，蛮多的，所以呢，我必须要从这茫茫大海当中能够把李盖蒂把它呼唤出来，好不好？来喽，各位，我们用刚刚这一张 Dyson， 我们来把它召唤出来。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各位准备了，一样三声就好。我说李盖，你说地，来，李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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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准备。各位观众，让我们欢迎自己的纸卡自己转，李盖。Yes， 看到这位我就有气。2002年出了这一张阿方索·索利恩诺，有一个白痴花了台币1500万，对不起讲错，挖币1500万加上台币9000块钱买了这张叫做阿方索·索利安诺。现在这张卡片500万挖币加可能100块钱，甚至不到，好吧？过去了，那也是大概3-4年前了。早买早享受嘛。我全台湾伺服器第二张，第一张谁买的？好像是狂安吧，好像是啦，不然就是新竹洋基，我忘了。但是我是全伺服器第二张。我买9000块钱，真的不好小。来，不啰嗦，这已经不是重点了。接下来重点是李盖蒂，再次协商2000个宝石给他，请希望他可以帮我中李盖蒂，好不好？准备，来，各位观众，李盖蒂，一款游戏好不好玩，就是看他在转让的时候会给你们什么卡片。我觉得这游戏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好玩，我觉得并不是很好玩。难玩。黄金二游 fuck， 不要再浪费宝石了，我用祈祷大法就好。我什么叫做祈祷大法？南部人说清楚啊！什么叫祈祷大法？什么是祈祷大法？告诉我，祈祷大法是什么？祈祷大法就是说，祈祷就是没有花任何的心力就得到我要的东西。我是这种人吗？我是这种人吗？我不是，好不好？各位，500万挖币加200块钱收李盖蒂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有没有人要？直接摆上来，直接摆上来。请问有人？请问在看聊天室的各位，有人有李盖蒂吗？如果有李盖蒂的话，如果用不到，欢迎摆上。好不好？欢迎摆上，好。请问有人有李盖蒂吗？有的话请举手。有人有李盖蒂吗？哦，我看到了 ，NAME
0118，你有哦，马上白给我，真的假的？感谢啦，感谢啦，感谢啦，感谢啦！来来来，各位，来来来来 ，OK， 李盖蒂，搜寻就看到喽，谢谢大家喽。哎，没有啊，如果有李盖蒂的，如果有李盖蒂，有啊，啊，有人有吗？有李盖蒂可以直接摆上来哦。OK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不求人，不求人，在聊天室帮我打“不求人”三个字，好不好？靠自己，凡事靠自己，不要求人，对不对？我继续，自己的纸卡自己合啦，不求人啦，继续转让。来，这是阿方索·索利安诺，上。不用你们加油，我自己加油。我说李盖，我说地，李盖地 ，Lady Go， 告！我用阿方索·索利安诺，你给我转到阿方索·索利安诺。这游戏，我建议大家删除。从明天起，大家跟我做个动作，我们直接删除这款游戏，好不好？反正这游戏已经过气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游戏过气了，也没什么实况组，也没什么在玩，对不对？游戏收起来，大家开开心心，哎，转换，干被呛 ，VOD 吗？怎么跟刚刚一样？干好呛，太呛，太呛，太呛。我为什么先赚18000？哦，对哦，看往事不要再提，各位往事不要再提，好不好？直接转两张，现赚18000，不要再提 ，OK？ 嘘 ，OK， 各位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了，好不好？过去就让它过去了，来，招了。哎，请问一下，请问我要需要？假的，那我要先继续打坐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Gucci AME， 好游戏再战十年。Gucci AME 是什么？谢谢订阅 AYEN1177 的订阅，谢谢爱你啾咪。各位，我要用宝石吗？我跟你讲啦，打那个鸡腿的哦，你们真的是没心肝的。我如果等一下再中 cheater， 我不啰嗦，我直接倒立加吃佩佩猪啦，好不好？不可能这么衰啦！拜托，这游戏如果真的一样子重复的话，那还玩吗？不用玩啦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？我跟你赌了，好不好？有没有要跟我赌？不可能 cheater， 哪有这么多纸卡中 cheater？ 不可能啦。虽然说刚刚已经又中一个索利安诺，来啊赌啊，好不好？赌啊，500块，要不要？啊，赌500块，好不好？来喽，好，按下去哦。工程师，好下班，好工程师下班，来各位，怎么样？基特球，你现身。基特求我现身，你想要叫基特现身吗？不可能啦，我跟大家讲，怎么可能？不然这样子嘛，我说，那个我说特特，你说基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大家一起来三声就好，特特啊，特特啊，特特特特特特，来喽！干，我怕基特。各位，我怕，讲真的，我怕，我有点不太想按。如果真中狙的话，我跟大家讲，我瞬间关台，秒关，我秒关，我瞬间关台，好不好？瞬间走人啊，
这游戏我跟你讲不开了，我上次一个礼拜不开，我下次开的是一个月后。这游戏真的是太烂了，好吧，各位，搭配一个主题曲，搭配一个主题曲。是的，当你集满七颗龙珠之后，你就可以召唤出一条龙，这条龙就叫做神龙。啊啊！独龙传，叉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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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一哭。大家好，我是神龙。神龙一出，必中你要的愿望。神龙一出，必中你要的卡片。OK， 各位，赶快跟神龙许愿，希望神龙给我们李盖帝，好吧？各位观众来了，招揽，好不好？谁？我跟你讲，那个打七特的哦，我跟你讲，搭走的桥，好不好？搭走的桥，不要打七特，帮我打 D， 帮我打 D，OK？我说李盖，你说地，在聊天室打地，大家一起来，李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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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各位观众，按住，按住，按住，再次协商，差点按到招揽，准备，李盖地，看，真的看，看。Fuck！ 怎么可能 ？God！ 我操你妈！全亚洲 number one 线上整人游戏，全民打棒球，太扯，太扯，太扯了！各位，这游戏我在这边呼吁，我在这边呼吁，我在这边慎重的希望大家能够真心的删除这款游戏，这真的是太扯了！各位，这不是重播。这是你他妈的，只有索利安诺跟基特，我干，我干。抖哥一百看个笑话，基特跟加贤，老板的最忠实粉丝。请问我在看 VOD 吗？不是，你不是在看 VOD。你们在看 live， 你们在看 live， this is live， oh my god， 各位观众，各位观众，我不行，我没有办法倒立加佩佩猪，我承认我不行，我对不起大家，我欺骗大家，我对不起各位，我对不起，我掌嘴。我张嘴，我对不起，我没办法倒立加佩佩猪，我没办法，我张嘴，好不好？我张嘴，我没办法倒立加佩佩猪，我张嘴，哥，我真没办法，可以不要吗？可以不要吗？可以不要吗？我真的没办法，干，这太扯啦，这太扯啦，这太扯，怎么可能？各位，这我真的觉得他是不是已经有设定好？这太扯啦！这我玩这游戏玩了，各位十年到现在，我觉得这是最扯的一次。如果你那连续一张，我觉得也还就是还 OK， 但是连续两张，然后那么多机遇，哥，我跟你讲，这不是一个干呐，这已经是干了。各位，这太扯，这太扯，这我没办法接受，我没办法接受。这机遇，各位帮我算。你们帮我算这个几率有多少？还跟我
乐多率，还给我剪精华，一个月后再见，我干。当然不能不要啊！得罪了方丈还想跑？啊！对，我们还有下面的流程要走，我们还有下面的流程要走，好不好？大家卖卵哈哦，卖来卵哦，卖卵，先欠着，先欠着，来，各位招揽。我觉得这太鸡歪了，这游戏真的太鸡歪了。祝贺丢脸死的取消！我跟你讲，各位，我再给他。